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阿思思。爸爸。我是阿思思爸爸。谁？听说你很想养狗狗。对。因为我想养狗狗呀。哦，为什么？狗狗好可爱吗？呀。好可爱哦。好，那爸爸买给你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狗狗来了。有没有可爱，宝宝？狗狗，我们今天买的是谁？狗狗，这个看起来是大麦丁混合版，但是它是可爱版的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喇嘛。好。哦，娟娟，它总共有几只？2只。几只？哇，它总共有这么多只哎，400多只啊，不是啊，几只，好多种。你看，哇，那我们今天选的，所以呢，日文如果各位有心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影片留言给我们，告诉我们你们干嘛日文。哇，告诉我它是什么狗狗的名字好吗？江江，这是它狗狗的家，有可爱吗？喜欢吗？思思，好，不客气。江江，开箱完了，思思，你跟大家说一下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狗狗装盘的篮子。狗狗，大麦丁狗狗，还有什么？是什么？车牌。还有嘞。还有狗狗。球。还有这是什么？还有是几颗牙牙粉。骨头组 ，OK， 就是所有的东西啦。那今天阿斯，你跟爸爸要带狗狗去哪里玩？去公园玩。公园玩好，那你先把狗狗装进去篮子里面，我们要带它去公园玩。好，篮子门要关好。OK， 好了吗？好，扣好了。那你带着狗狗，走。好，球球也要带着。好，放进去吧。好，可以吧呢 ？OK， 骨头组帮忙拿。走，我们来到公园玩了。下车哭的。公园到了，等等。那你要先玩狗狗，先让它追飞，抓飞盘，这样去跑，好吗？好。狗狗去公园奔跑。好。跟你一起去，但是哪里？狗狗你要去的，你要去奔跑了。是狗狗。对，你是主人呀、啊，他是狗狗呀、啊。这是你的狗狗，你要负责照顾它，保护它，好不好、啊？不怕。Thank you.
觉得这个狗狗的玩具跟游戏组啊，最棒的是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小动物，可是呢，有很多家长像我们，第一个是空间的限制，第二个是小朋友真的太小，买狗回家照顾就变成父母的责任。但是有这个玩具组啊，第一个是满足他的好奇心跟他的想象之外，你还可以让他练习如何去照顾这个动物、小动物、宠物，那他从中对小朋友是很好的学习，就是我们可以跟他透过这个玩具，然后学到你可以照顾他，带狗狗去公园玩的，他跟小动物的互动，让他不会像有一些你知道社会新闻最近很多，就对小动物不太友善。那从小用这个方式可以很好的，我们花一些费用，然后教育小朋友，然后跟小朋友互动。叮咚叮咚，喜欢吗？今天我们介绍到这边喽，老师你跟大家说，拜拜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